对，那这个是特别要练的、哦。对，出棒打成左半边，深远的飞球又考验林孝成，林孝成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在警戒区完成了接杀撞墙，漂亮的美技！哇，音速小子林孝成今年屡屡上演这种接杀美技啊，这一次又是一个漂亮的接杀，没收了张敬德的长打，这个半局也画下句点。双方目前仍然是维持0-0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天信，我是林孝成，感谢你的收看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加入频道会员，每个月75块，可以看到更多独家内容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